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很快的啊，把刚刚这几题讲过，只有几个人没有过关，等一下我还会再考一次，所以麻烦呢、啊，就是这五题不会的人，这个是五，这五题不会的人，最后我讲解一次，你就把7x 移过来，是不是2x 减 7x， 然后呢，把3移过去，6减3是不是就是3，这里减出来是不是-5x？负 x 小于多少？六减三是不是3？然后记得五啊，移过来的时候是不是这边是乘，是会变成，要变号对不对？所以这边应该是 x 小于把负5除过来，记得要，那我没写错，记得要变号，变成大于负的3/5，可以吗？再来第三题，把负5移过来是不是等于除以负5，所以要变号，所以8/5去乘以负的1/5，移过来的时候记得是乘以负1/5，消掉，所以 x 是小于负1/8，可以吗？好，再来第四题，8/5 x 来把减6移过去会变怎样？加6，所以是10。然后呢，这边你们都多变号了。刚刚有很多人都变小于，不用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是正的啊。你移过来的时候是不是除以8/5？除以8/5是不是等于乘以8/5？所以 x 是不是大于8/50？养成良好的习惯，该约分就要约分，所以是4/25，可不可以？再来第五题，3/5 x 负的3/5 x。你可以先把0.1换成多少？10/1，然后呢，这边是乘以负3/5，移过去是不是会变成什么？除以负3/5，对不对？就会等于乘以导数，然后顺便变号，负5/3，所以答案就是 x 小于等于负50/3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好，然后刚刚请你们写的第几题？11、12、13，这个叫去括号的。去括号的。第三题有没有变吗？第三题要变号。第三题要变号。所以第三题要变号，可以哈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一题。来，请看到第十一题。第十一题你们刚刚写了，它只是就去括号是不是就把该乘的乘进去，所以是2x-2+2，然后17-x， 好，这里-2+2是不是可以消掉，把-x 移过来是不是3x 小于17，有没有问题？然后再来是把3除过来，不用变号哦，因为3是正的，所以就小于3/17， OK 吗？好，再来把-2乘进去，是不是得到-4x？把-2乘以-1是不是+2？大于6×3x 是不是18x？6×-4x 是不是减24？这样有没有问题？好，然后再来怎么移 ？x 的移到同一边，所以9x 减18x 大于还没有变，然后呢？啊，这边有减4，这边可以先算。9×4x 是不是5x？ OK 吗？然后加2移过去是不是就是减2？所以是不是可以得到-13x 大于-26？好，-13移过来是不是除以-13？所以就小于-26除以-13，负负得正，所以 x 是不是就小于2？有没有算跟我一样？好，再来第三题，2×6x+2×10，大于等于3×3x， 3×3是不是+3/1？然后 x 移到同一边，6x-3x 大于-10，移过来，来+3/1是不是就等于+2？然后10移过来是+10，所以这边减完是不是3x 大于等于12？OK 吗？需要变号吗？删除过来的时候要不要变号？不用，不用，因为它是正的，所以 x 是不是大于等于4？这样子，
可以？那我先说，它这里多写一个等号，不要尽量就是写一个就好了，不用写到两个。这个是当初影印那个问题没有办法，就是弄成一个才会这样去表示 ，OK 吗？好，那我先提醒大家一下，就是去挂号的下次要考，